随国内业者在2015年底率先导入全新 BMW 旗舰房车7系列后，为满足喜爱热血氛围且热衷自驾的买家，业者也在今日正式发表多了原厂 M Performance 性能部门操刀，基本售价958万元起跳的 BMW M760Li xDrive Individual。同时在纪念品牌建厂百年，也联袂展出全球限量百辆，且全台仅五辆已经完售，基本售价1258万元起的 Individual 7 Series The Next 100 Years。 作为品牌性能旗舰代表的 M760Li xDrive Individual， 外观主要采具运动化空地套件与20寸 M 款铝圈搭配，并结合 V12 与 M 名版字样，展现不凡的性能形象。内装在保留原有的豪华感，细节部分也同样不乏 V12 字样。而全台限量五辆的 Individual 7 Series The Next 100 Years， 无论外观或内装，比起标准版 M760Li， 皆多了专属的 The Next 100 Years 纪念图腾。动力输出上，两款车型配置同样排气量 6.6 升 V12 引擎，透过双涡轮增压技术，提供610匹最大马力与 81.9 公斤米扭力。在8速手自排变速箱传递，结合 xDrive 四轮驱动系统，能轻易在 3.7 秒内完成0到100公里加速。不过 M760Li xDrive Individual 并非国内首辆性能旗舰房车，主要面对的对手能有奥迪 S8 Plus 和保时捷 Panamera Turbo， 以及玛莎拉蒂 Quattro Porter Gran Russo GTS。 因此在 M760Li xDrive Individual 抵台后，对于多金买家而言，无不是个不一样的性能选择。动新闻台北综合报道。